新闻继续来看，是刚一起进户增设 A 这点网站，好家再加一节电生活家 A 脸书歌舞 Line 的校合，对这些 keyword 定义来推辞的何康瓦东，嘛欢迎刚一起一边将一当拥有来告知的网站，除了讲一当提到上新 A 这领主事了后，同时嘛有内部一当送给大家。为了有效协助市民了解该市的节能情况以及市政策略，并且会当随时查询节能相关资讯，嘉义市环保局建设嘉义市节能专属网站“好家在嘉义节电生活家”，并甲经济部家己的电家己省活动网站相连接。网站首页以节能宣导影片为背景，并且显示嘉义市自1904年四月起到前一个月节能率。正屏的下面，并且设置有该市节能的 Facebook 和 Line 的二维条码，可以提供民众扫描连接到嘉义市智慧节能卫星开始的脸书节能专页，以及嘉义市节能卫星开始 Line 的族群，成立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节电网站，还有社群，还有脸书 at 的一个部分，那会鼓励大家能够来这个网站来做一个了解节能资讯的一个的资讯，我们也办理的不定期会办理一些抽奖的一个活动，那在只要来我们这个网站上面都有一些有奖征答问题，为了宣传该网站启用，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组织会去办理这点网站有奖征答活动。只要伫嘉义市智慧这点卫星开始的脸书粉丝团，也就是嘉义市这点卫星做起来群组，回答正确的答案，并且截取这点网站的相片上传，就会当到嘉义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参加这点小礼物的抽奖，奖项有比如。这等的小壁贴、LED 的新明灯泡等等。今日新闻，蔡碧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